请先坐下，稍后他们会回答你们的问题的。首先，我感谢大家的信任。关于最近的恶意新闻，我有两点要声明。第一，我与苏女士，你进来，快进来！你不能进去，七年前因为彼此相爱而结为夫妻。Maggie，Maggie，不行，你让我进去。 林堂主，你不能进去。我与他互相信任，一路扶持，绝没有因为异地而背叛彼此，更没有外人所传的分居、离婚、私生子、堕胎等恶意行为。第二，对于恶意诽谤。 传闻我们夫妻不和，以及诋毁我妻子、苏北等媒体，以及个人，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，追究到底。司总，麻烦看一下这里好吗？哎，司总，谢陆总。好，麻烦再来一张。